总统蔡英文昨天在总统府接受巴拉圭共和国新任驻台特命全权大使费卡洛呈递到任国书。台湾和巴拉圭在经贸交流上也是非常的紧密的伙伴，尤其台巴经济合作协定生效以来，更是加速两国之间贸易的成长。我们也期待费卡洛大使将持续深化两国的关系，为双方的交流合作、经贸往来开创更多的新局。巴拉圭大使费卡洛是专业的外交官，拥有丰富学经历，也与台湾很有渊源，过去曾两度派驻台湾，并且在这里取得学位，对于拉丁美洲情势和亚太地区事务是非常熟悉。